谢谢啦，哎呦，真的哇，听到这句话很开心哎，大一毛的。我跟你讲，能够买到这个年份的净值套件真的是仅此一台。大家好，我是红台国际 Apple， 我们一样持续高价收车中，欢迎私讯我们官方 LINE 销售 HONGDA， 或是也可以私讯我的 IG APPOE.HD888， 买车卖车也可以找我哦。Y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宏达来收车，我是幻斗在直播中的少恩，我是本身。相信呢，大家前几个礼拜前这个台风过后呢，大家是对这个二手车很紧张，大家都说会流出一批那个一手女用车，就会说女生特别挑剔，然后把安全带先换新的。猫腻就知道出在哪，一起度一下，对着泡水再换安全带啊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刚好来到这个事发地高雄，要来看泡水车是不是，没有。爸，车主跟我说没有，没有确定。但是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去台中看一台。哇，那真的是被台风影响到的车，他被打到，他没有泡水，他只是被打到。被打到的，被打到 OK 啦。泡水我不知道有没有收，但可以问问看。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要去看一台这个20年的318i，然后还有台中是22年的凯恩古佩。其实这个泡水车啊，跟大家稍微聊一下，你觉得能不能买？对，我觉得其实可以买，可是真的要。其实现在泡完水的车哦，原则上收购价其实大概出估啦，大概会在3折左右，仔细还会再看它需要多少钱可以恢复到原状。所以应该是说泡水的程度有差，有差。大家卖泡水的车就会说什么？啊，我这不安啊，我淹到那个地毯呀，湿掉。干不会有人就应该说啊，不会引擎是全淹，我那个已经车顶已经淹过去了这样。这是因为详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也无从考了，但是因为这是卖的一个话术吧，因为说没有淹到地毯而已，没有。但是实际上就是说，其实我认为不是说不能买或干嘛，只是说我觉得大家买的价钱要合理，那也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。当然我们去。有现在收购这个车，那就是要用真的便宜的价钱去转卖。因为打个比方，就用最基本的价钱去算好了。假设本来100万的车打30%，剩收购30，收购30，如果他大概花个10-20万整理好，可能大概成本大概在40-50，然后可能卖你个60，那就是你等于本来100万的车你买只有买60，哎，这样其实就还是有价差哦。愿意找这种低价车的人还是有。那我们今天看这台没有，应该没事的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去楼上看一台，里程数真的也蛮低的，4年只有开3万多公里而已，好不好？我们去看车。你们都在哪边保养？过保之后在外面就对。谢谢啦，哎呦，真的哇，听到这句话很开心哎，好像也都没有烤漆过哦。这还好了，弟弟说你们前面估的好像是你们这附近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其实因为我们估这个车子，因为它没有什么选配，所以其实很好估了。反正318i就是黑色跟白色，还有灰色，它里面基本上都黑的，然后就是有跟车，没有 M 版，没有天窗，其实都一样。其实剩下大概就是看它的颜色跟它的里程数去估价。我觉得大家应该估，应该都是估107。因为他好像说你们想卖110，因为110比较难，是因为20年的320现在大概收购是在115-120左右啊。如果318买110，价差太近，因为我们电话里面是就是报105万，对啊。你的一些是多一些，可是不可能110呢，105其实。我是有答应弟弟说要加了，但我是没有想说加那么多。我也差不多极限，因为我们卖大概在120左右，差不多。那你们就是抓1000多啦？差不多。你要如果105我卖，就是15万；如果这样卖，可能14万左右，差不多。如果花费太高，我就不会加了。我也留 UB 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他讲，我跟他说小小加，因为我也没看到车，我也担心说啊，会不会哪边凹啊，哪边要烤漆，慢把五稍微拆掉，干嘛？我要抓整理费用。那如果没有整理好，我就把我的这扣打给你这样子。不行啊，我不行。
对啦，但我也极限了啦。哎呀，我至少我有履行我的承诺，不要说粉丝找我来估车这样，应该也是你们应该也是问的，应该有最高。但我老实说了，我应该没有高人家很多，但应该高个2万-3万应该是有，高一点，加减贴补家用一下，哎呀，好不好？哦，我跟你写一写。哇，蛮大一毛的。你说台风天的时候打到的？去年。哦，是去年台风哦，我也是今年台风。去年，后来我就因为很少开了，对。哦，你说好像第一年开2万，后面比较少开，然后你说要换四系列。大哥很少人这样换呢。因为只要是我他要开。这个吗？可以打蜡打打看，然后这个可能用尾板。我本来想说要去做那个缓冲。对啊，就我们讲究、欸、哦，就用拉的、啊、拉出来的，拉出来然后再敲敲敲把它敲回去。前面好像都没有烤漆过哈，没有，目前都没有。没有，最后过来。好，对，反正就那两个地方要整理就对了。所以你这次卖，你有再问问看原厂他们吗？没有啊，因为他原厂没有放给我说，外面说工作上来打退堂。其实我们高吗？因为我们就是抓空车的话，大概是在290啊，因为你选配60几，可能再加30几，所以大概是就是300。我们是这样算，这台你有大概想卖多少钱？你不是说350？对啊，对啊，就3 OK 了啊。也没办法加了啦，因为我回去我要整理，可能我成本大概326左右，我们卖大概350。上下左右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耶、yeah, ，今天两台车收获成功，而且没有遇到泡水车。我看，而且我还翻那个粉丝有传他当天他们家的照片，没有淹水，有淹水啦，吓掉对吧？而且我仔细想一想，如果上礼拜淹水，应该不太可能这礼拜清好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还是他自己亲的。好了，但第二台就是结果是去年台风，我以为是今年台风，可是也就是猫一点点，一点酒窝了，好不好？反正第一台最终收购金额是106，比原厂高一咪咪而已，也其实很感谢他104。加2万，加2万，现在一直到处加2万，啊，就是这个感谢粉丝给我们这个机会。那第二台这个车呢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价钱很划算，因为最后第二台这个凯恩国被收购是325，那他的新车是432，然后还要再加车子，所以他新车是460。哦，其实大哥也亏不少，可是大哥的算法就跟大家的算法不一样，他是在算他一个月花多少钱在车上，他觉得他这样等于有点类似租车，他可以接受。其实我觉得这想法也是蛮新颖的，而且常换车，车子就不会坏掉。然后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这台净值配备就是有气压悬吊，有盲点摸门360 ，BOSS 音响，14项座椅，还有四驱恒温。我跟你讲，能够买到这个年份的净值套件真的是仅此一台，因为在这个年份跟月份过后，它就是不让你这样子选。那我刚才上述念这么多东西拆开来选，最少超过50，有没有60我不晓得。所以其实能够用这样子的价钱买到这些配备，我跟你讲，唯独就一个啦，因为大哥刚才有讲，他说他差一点要去装 ECC。我就有点后悔，他差一点点他没去，他要是有去我就更好卖。不过这样也很好卖，也感谢他好不好？因为这台车我觉得如果改了 ACC 之后，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有差了。我觉得还有什么？没有差啊，通风座椅啊，可能太难。我觉得 ACC 应该就 OK， 好不好？最终是收购106跟32吧。你们觉得这价钱 O 不 OK？ 如果还想看我们估什么车，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账号，这可以扫描 QR code， 或是打 ID 搜寻小老鼠 HNGDA 宏达就找我们。我是幻都在直播中的少恩，没有什么恩，我们下次见，好，拜拜。感谢大家，我们已经超过200000了。如果我们继续迈向300000，好不好？拜托！我们到时候会去泰国再拍一个正式的感谢影片，比基尼版了。哎呦，你也要拍吗？我也会吗？最小件的拿给我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OK， 感谢，拜拜。